因为手术或者放射治疗引起无想要食物件，或者肿瘤引起的感情恶变症，会造成体重变轻。若是最近半年体重降幅超过10%，或者过去一个月体重变轻，达到整体体重的5%，就是营养不良的高危险族群。AND 甚至中断治疗。若是体重一个月内降5%，就要有所警觉，要马上接受营养戒律，应该均衡摄取各类食物。若无想要食物件、食肉类，会当选择营养密度较悬的补充品。癌症营养补充，敢若高热量、高蛋白是无够的，需要高热量、蛋白质，也佫有充足的鱼油 EPA， 帮助维持体重。要安怎知影白饭本身热量、蛋白质、鱼油摄取是毋是有够？逐天监测体重，若是体重有下降，可能就有营养摄取无够或者欠缺的问题。安怎摄取充足的热量？糖类、五谷根茎类食物是好的热量来源，譬如饭、面、面包等等。少量加餐，一天三顿正顿，三个点心，增加热量摄取。避免烧油或者高油脂来影响后一顿的食性。使用高热量营养品，增加热量摄取。安怎增加蛋白质摄取量？豆、皮、肉、蛋类，还有奶品类食物是好的优质蛋白质来源，譬如牛肉、皮、鸡蛋、豆腐等等。点心会当使用高蛋白质食物来增加摄取量，譬如讲布丁、豆花等等。选择优质高蛋白质营养品来增加蛋白质的摄取。临床显示，每天补充2公克的鱼油，会当帮助维持体重。安怎摄取有够2公克鱼油 EPA？ 鱼油 EPA 会当照着市面咧卖 EPA 含量高的鱼油加盟卷、感情专用营养品甲部分含量高的食物，适合因为恶变症来致使营养不良的感情患者增加体力。到底应该为正在接受感情治疗的亲人准备什么，才真正会当帮助伊改善营养状况呢？鸡精热量13大卡。蛋白质3.2公克，达38毫克。鸡精营养成分提供的热量，感情所需要的蛋白质甲鱼油拢无够，建议佮另外增加热量、蛋白质、鱼油 EPA 补充，营养佫较充足。高蛋白粉热量80大卡，蛋白质8公克。感情所需要的热量甲鱼油、高蛋白粉、营养成分提供了拢无够，建议佮另外增加热量。鱼油 EPA 的补充，营养更加充足。一般均衡营养品，热量200到242大卡，蛋白质9到13公克。感情所需要的鱼油，一般均衡营养品营养成分提供的拢无够，建议佮另外增加鱼油 EPA 的补充，营养更加充足。感情专用营养品，热量280大卡。蛋白质14.6公克，鱼油1公克。癌症专用营养品营养成分提供高热量、高蛋白和鱼油，满足癌症所需。建议使用一天2罐，正确用量、正确选择和用量，会当帮助维持体重、促进食欲、提升生活品质，完成癌症治疗。掌握正确癌症营养原则，会当让患者保持体力和活力，维持体重，帮助完成癌症治疗。遵照医嘱，有亲人的陪伴，保持乐观的心情，会当让生命更加快活。